那好吧，看来我只能换种方式聊天了。程旭，你说我敢动他一根汗毛？我……等等等，废话就不要多说了，一句话，干还是不干？ 马先生，你何苦呢？只要你轻轻点一下头，荣华富贵享之不尽呢。 草民林欢拜见秦淮王殿下。你就是江陵第一画师？草民不敢。别谦虚了，起来吧。啊，谢王爷。本王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差事要交给你去办。差事办好了，重赏黄金百两。 要是办砸了，哼！你知道，本王向来是一个赏罚分明的人。还请王爷吩咐。3日之内，你要。 你跟他说。 3日之内，你要通过暗中调查，完成100名江林美貌少女的秘密部署，把他们的画像、姓名、年龄、住址登记在册。明白了。最重要的是，这项任务必须隐秘进行，绝不可泄露风声。你要是喜欢，我天天叫人给你买，要多少都行。林欢哥哥。 你来了，快来换药。那小铃铛，你先忙，我先回去了。林欢哥哥，伤口还痛吗？哦，还好，还好。哦，刚才那个人是？哦，王富贵的儿子。富贵。哦，就是卖药材的王麻子呀。我爷爷跟他是好朋友。 而且他们已经商定好了我跟王守财的婚约。婚约？你跟他为什么？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
你们认识多久了？大概十来天吧。我能疼你了？没关系。你们才刚认识，就愿意嫁给他，这婚姻大事，不是应该再慎重一点吗？正因为是婚姻大事，你也知道，我父母早亡，是爷爷把我拉扯大的。他的话我怎么能不听呢？哼，你不是横吗？啊，你不是欺负我吗？硬邦邦，
查一下那个姑娘。小铃铛，山雨，山雨。小铃铛，我是你林欢哥哥呀。这招是为了让你长长记性。你个臭叫花子，怎么？小白，大侠，不，马大侠，晚辈酒后糊涂，一时失礼。林欢，你刚才说他叫什么？在下林欢。林欢，林放是你什么人？他是在下的生身父亲。小铃铛，你快醒醒吧，我答应你，从今往后我再也不会不辞而别，再也不会丢下你不管。小铃铛，马大侠，马大侠，低一点，师傅。白泽呢？啊，哼，那小傻子回去了。回去了？又没人抓他，他在这干什么？再低一点，再低一点，再低一点。啊！
师傅，我就知道一定会来救我的。快，先离开这儿。师傅，您怎么了？我去给您找大夫。没有了，巫毒教的毒是无解的。巫毒教，单于就是被小猛海用黑面巫蛊控制了心智。 夏猛海，他的身世身份是被通缉的巫毒教主，他想利用善宇刺杀皇帝。师傅，我本打算跟单于索破，可谁成想东吴将大雨，我这时候不能让善笔落在他的手里。当年。 你得临终前把善笔交给了我，曾经的恩人，也就是善笔的主人。记住，不一定要做什么大侠，但要做真正的英雄。啊，环儿记住了，师傅。 小铃铛，小铃铛，小铃铛，小铃铛。 Thank you.
不可能啊！他们明明在行宫周围安排好了，你懂得什么鬼？啊！你的古军确实在行宫周围，而皇上也确实进了行宫，可你好像没到行宫啊。 时间紧迫，操是操了点，不过糊弄你啊，看来是足够。就算你的人改了路标，我的人也不可能带错路的。<笑>夏大教主，可他们也是我的人呐！大胆的大胆，好你个夏沫海啊，竟敢以下犯上！ 简直罪大恶极，罪不可恕，罪恶滔天，罄竹难书，还不快束手就擒！想不到筹划了这么久，竟然会在一阵破笔上。废话少说，拿命来！啊！哎！太好了！算下来，你应该是死在我手上的第三个神笔大侠了，啊？什么？
不要出去，外面在下雨。林大侠，你的这支破笔还真的是不祥之物。皇上息怒。